好，臭弟们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，祝点各位一夜暴富啊。那么今天咱们还是玩这个仓库这个图啊，啊不要说什么哎呀你怎么又在玩仓库沙漠，仓库沙漠看念呢啊。这一天啊，我跟你说根本就打不到素材啊，全都是清一色的空中花园啊。想玩冷图吧啊，要么是那种阴间地图。1-32、2-32的 bot 粉啊，打半天不上人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，咱们还只能玩仓库了啊。这话咱们手买 MP5 啊，咱们点他们的狗头啊，前期这个 MP5 它就是一把传奇武器啊，伤害非常的高，对吧，咱们一梭子下去就是一个头啊。好，我点我都不点一下，哎，等着被抓吧啊，来送你一颗水雷把它点亮啊，他妈点不死嘛，真的是。好，再送你一颗水雷，咱们开个飞奔往后撤一下啊，电视上开压过来了，对吧，这个电视还挺猛的啊。好，咱们点掉一个，哎，无伤可以重置啊，咱们又来一个僵尸技能呀啊，我总共也就7个技能啊，有5个都是僵尸的啊，说明我也是一名僵尸玩家啊。咱们再升几级啊，如果还是僵尸技能偏多的话，咱们直接自爆不对 BB 啊。哎呀好臭的口口人呀啊，咱这种老王居然自爆了啊。咱们往后撤往后撤，僵尸开始压过来了啊啊，点不死你，我他妈的谁扔的兽炉呀，把我射给炸歪了一点，真的是啊，扔的好呀，我六的还没开就白给了，不过咱们就把就近复活一个憨憨啊啊，就是你小子想瞄我是吧， Double Triple Kill 啊，好可以，咱们等级抓回来了，抓回来了，哎对吧，咱们这个游戏啊一点都不卡呢，延迟高达14甚至514，哎。好，在管道里面咱们去兽油炸他们一波，再炸一波，这把是 4K 间13个助攻间3感染啊，板上都有名但都不是 MVP 训的。那么这话咱们来，哎，说实话我想去玩僵尸了，我操，没法玩人类知道吧，全都是垃圾技能，真的是。那咱们还是手买一个 MP5， 然后再买这个叫什么超械时代这个撬棍啊，这把武器之前体验下来还挺有意思的啊，它只要是自己小啊，你刀一下右键重击啊，可以到达2/3的血啊，如果是背对着你的话，后背暴击机一发带走，哎，它就是怎么说呢，万善配件啊，不然的话这把武器绝对要比鹿角和银刀要强太多啊。好，他妈后面居然3个僵尸了，别他妈等着我滚啊，来咱们两颗南瓜雷扔过去，核爆核爆，全部你什么的的啊，好，抓得有点快，这一把咱们直接 F2 起连到，玩什么拼的撬棍，连到他天下第一啊， KWBB 啊，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， 我操，爽的飞起，兄弟们还有挂机的哪一种啊，憨憨一个，哎呀，这把这个连到兄弟们血赚不亏啊。操，抓完了吗？只剩我一个了，兄弟们，只剩我一个一个的。我们在垂死挣扎一下，看还能不能再杀一个小奥啊！他妈加血真的是，哎，我隐身换弹，哎，我操啊！骗得了一个啊，但骗不了所有，终究还是自欺欺人吧。哎，大炮来历，我的朋友啊，我的输出也拉满了呀！啊，治愈者也到手啊，这话咱们玩随机啊，现在可以玩随机了。前几局的话感觉没必要玩随机，对吧，手买的话是可以杀很多的啊。后期的话咱们攒个6级 F2 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随机啊。好，咱们拉一波天剑正义，12秒拉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烧到僵尸的啊，但是话僵尸吃不到那个轰炸的伤害了。你要问我为什么不6秒的时候拉啊，对吧，吃个全身啊，我也想6秒拉啊，但他妈房里面其他人他不允许啊，对吧，这玩意儿全房共享 CD 啊，我如果拉晚的话那就不是我的了，然后要等冷却180秒之后才能重新拉一次天剑啊，这把能不能活到，对吧，活3分钟这都是问题啊，所以早拉早安心啊，这个宰种母体把老子无双给我吓出来，真的是，哎呀完蛋了这把啊，我的无双不能重置了呀，哎呀，开局就没了无双，这把难打，对吧，没无伤的话打游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跑不掉啊，刷个副眼的话就没了。不过这个房的话感觉憨憨有点多啊，咱们还是可以打一下游击啊，等僵尸超过10个之后的话咱们就回大桥啊，来战术模拟开启。Oh my one more, 新的一路 nice, 爆弹头 2.0 啊。这个技能啊对于这个插械的武器来说啊非常的香啊，就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输出技能啊，比这个致命一击还要香啊。
好，咱们从这个上面去看一下啊，一个水泥工，咱们先下去啊。来开 BB,This headshot double kill, 真是吓老子一跳啊。啊，回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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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附近刷的太恶心了。好，咱们读了个 Miss2.0, 哎，憨憨小，来战术目镜开启，一跳战成功。抓不起吗，这个僵尸是太逊了。怎么继续打游击啊，我你妈哪儿来的呀，啊我就一秒没有，我操 ,nice, 绿帽子啊，好，我也是一名僵尸，我你就他妈三个 DJ, 我操。三个 DJ 手到，我居然被甩死了，开心真的是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，有绿帽子啊，那咱们就是个僵尸玩家对吧，啊在前期啊抓一个人就升一级，等级嘎嘎升的快啊，来一颗色。我这该死的兽人是他妈居然滑下去啊，他有自己的想法啊，我们来个红兽炉。哎，在玩个啥呀，我真的是。在玩个啥呀这把。大楼貌似还有人啊，咱先把大楼给的人给收拾了再说啊，喜欢玩 DJ 啊，但 DJ 仔总是吧啊，你给我等着啊。DJ 仔。啊，我的血压有点飙升了呀，我操啊，治不了你了是吧啊，治不了你是吧，治不了啊，他们还不是我抓的啊，在玩个啥呀这把。哎呀滚开，真的是别他妈等着呀，憨皮队友我操。抓完了大乔已经啊，还剩两个人，貌似在管道里面有一个啊，好他被抓了，那么还剩一个，哎呦还剩一个老王呀啊，他怎么是银书啊这一把啊。那咱们给这个老王一个面子啊，咱们就不抠他了啊，我们来看他表演对吧啊。拿这个管道手这个红仙子啊，竟然是上一个打飞一个，上一个打飞一个啊，好欢乐的样子。不过他貌似没有什么输入技能啊，半天打不死一个僵尸。嗯，人呢？居然下来干，你下来干什么呀，老人啊？还飞奔了啊！是了个箱子，往这个卡车还是大楼？啊，进卡车了啊！哎，里面有僵尸！哎呀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啊，老王被绝了，太逊了太逊了，哎好，我操快切，咱们读一下啊，点燃 2.0, 还没填随机的，我真的是，哎那咱们玩僵尸去吧对吧，玩僵尸去就行了啊，咱们有绿帽子有强化基因啊，抓一个人就升一级啊， Now is my zombie showtime, 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升去自爆的时间啊，哎，点我是吧你小子，胡腻啊我跟你说啊，给我站住啊给我站住，臭娜娜啊，先抓一个臭波特啊，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啊，电锯我不管他，电锯抓你啊，电锯抓你啊，喜欢点我还得点我还点啊还点，你继续点啊你小子啊，立马本能 2.0 是个好技能，咱们来一波兽如跳一颗宿命，那就是瞎子，哎摸个 Jessica 摸个臭嘟嘟，哎嘟好没抓到啊，他妈哪那么多礼花人士，操什么玩意儿呀，啊被礼花给炸死。辣眼睛啊这礼花。好咱们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, 哎不乌鸦坐飞机，哎又是憨憨瞎子看不见看不见 double kill。再抓一个再抓一个一个啊，我他妈又被秒了真的是。完了蹲着死小十秒钟，在他妈人质坟里面复活啊。哦那没事啊，咱们还是在玩礼花啊，你小子还在玩礼花是吧啊，喜欢玩礼花炸是吧啊，你的 S 是我的。好狂热家坚持不懈也倒是，那么就读报快捷是吧啊，读报算了咱们不读。那么还剩六个载人的话，貌似在管道里面堵着啊，咱们去破这个管道啊，对吧，咱们这把玩僵尸非常的舒服。来咱们跳这个 bug 点卡 bug, 哎呀他妈被挡了一下，真的是憨皮队友啊，不过貌似管道也抓完了。还剩一个人啊，好像在外面啊。在哪儿啊，大桥吗，
好，这把是 7K 感染 MVP， 我怎么是 MVP as usual， 哎哎，咱们继续玩僵尸啊，这个技能玩僵尸不是一般的香啊，咱们和老王对吧，进行一下这个分工啊，我负责尸变，他负责升级啊，然后咱们后面可以随光轮的话变英叔，这是 win-win 你知道吧， win-win， 你妈的兄弟们啊，这把话应该还没有出弩啊，我们还可以再玩僵尸，下把话就玩不了了。好，狼这把又是阴书，咱们速战速决，赶快抓起来，抓个看看挂机的宅种。哎，喜欢手到楼是吧？学不乖，你小他妈礼花还炸我，真的是啊！给我站住啊！不要跑啊！不要跑，这个臭嘟嘟！好，开无双是吧？给我站住啊！给我站住啊！跑得还挺快，知道吧？这个臭奶奶啊，跑得比这个叫什么 Western Journalist 还要快啊！啊，他妈的，让他给跑了，开心。不过咱们这把来波瘦如跳啊，还是老样子，咱们侧入大桥，哎。Exomina 啊，来，哼哼，人家路易不要马，哎，他们顺着乱抓，他们抓了个啥？要算是乱七八糟的大桥啊！他们又是个臭艾琳，哎，啊，被秒了！我操，还有十一个人啊，在哪儿？管道里面吗？管道里面看一下。来了老，好，我们跳过去啊！好，咱们来这个棺材跳，棺材的话也是可以手炉跳的啊。把咱们扣一下，然后再扣第二下变现，哎，咱们上去利友的朋友还在玩这个礼花，真的是真不怕把自己给炸死是吧？这把的话已经抓起来了啊，下把能不能随光轮就看着老王这把的发挥啊，能不能砍到28级？哎，这边还有三个光道在抱团啊，光道抱团是吧？还是有点恶心的，抓不了他真的是。咱们胜利切女王呢？啊，那没事啊，好，这把看老王的发挥了啊。哇操，你太飞舞了老王，太逊了，你又死了。然后咱们直接超进化一脚输出，直接拉满三发随到超能 NONO 加锤子，这把变英雄搞起啊，本来想上把变英雄的，结果上一把啊全都是弩啊，抓都抓不起来，变英雄啊等于白给，咱们这把变英雄啊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啊，晚变英雄有晚变英雄的好处，哎，好，咱们感知到，咱们千万不要被抓这一把啊！这把被抓的话，就没有机会翻身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先离得远远的啊！操，什么爆头的斑比啊，真是好奇怪这模型啊！这样的话，感觉可以抓得很快啊！咱们先不要翻身，先抓人，我们先科学演示，顺便换这个条子啊！抓紧时间变成阴书啊！只要变成阴书啊，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哎，弹甲扩容 2.0 还算可以吧？好技能啊！啊，咱们要稳住稳住，有女王的话被禁言了吧，憨憨，哎，坚持不懈二连，没啥屁玩的，来太晚了，现在我都不玩僵尸了。好，稳住稳住，还差那么一丢丢可以变阴书了啊，好，小斑比你身过来是吧，我们滋他滋他滋他啊，把他给嘚死，嘿西 ,nice, 恢复强化 2.0 也有了，咱们吃个箱子，拿出无敌的炮刀，我的朋友，哎呀，咱们这把一把满级不是问题。咱们从天而降，后背暴君带走，嗯，一脸一炮不死是吧？有点热的棺材啊，弄不死你是吧？弄不死你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可我是把小斑比啊，一般又是个小斑比，活腻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先躲个快切啊，我先躲个快，哎，算了，躲不到了。操，全都是棺材是吧？抠我，你抠我，咱们开觉醒啊，回去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气不气啊？来嘛，来嘛，弟弟。我们要把握好节奏啊，来一刀一炮一炮一刀一炮，舒服，喜欢定我是吧，劈脸一炮袋子啊，好，这个大小的话貌似要抓起来了，一炮，哎呀，太爽利太爽利，马上抓起来这大桥啊，来，哇，起飞呀、啊！这个、啊、有绿帽子就是爽，兄弟们，身体升得非常快。再来一刀一炮，一刀一炮，准备开六个 BB 啊 ，Triple Kill！ 再来一炮 Multi Kill！ 好，后面也抓完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啊！咱们炮刀英雄无所畏惧，来。再来一刀一炮，操！
我他妈掉下去是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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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膝盖一个一个咱们叫个天使啊，来我操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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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好，一炮回满啊，咱们天使展开，游戏结束啊，有了天使根本不可能抓得死我啊。好，我们先狠狠给清理掉啊，确保这里面没有僵尸啊，来接受天使的制裁吧。好，咱们天使展开啊，交武器库，买这个虎神加吕布啊，虎神的话即买即射啊，比兔神要香太多啊。来，操他妈手下没换成神了。来，我射，我再射，咱们双斧砸地，注意好走位啊，来一波连跳啊，来准备跳劈，准备跳劈，来跳劈，呆子无敌喷你，无敌吕布要砍死你喂，还有天使的制裁。好，咱们先射一波，射一波，还有十多秒的话，咱们点个仙子，买个无人机去炸一波啊。好了，买个无人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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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人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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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无人机在手，天下！我看我直接重拳出击砸进你妈就完事，这把是63可以杀敌的 MVP， as usual， 太爽了！好，最后才来致命一击和伤害负，真的实在太晚了，这样。那咱们就要再交一次超进化，是不是再次拉满啊？而且由于上把咱们等级碾压了，对吧？他们应该拿不出神器，说这把还可以再抓一局，应该是抓得起来的。好的话一定要小心啊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我们先科学养尸啊，坐等尸变之后呢，哎，我们一个人带杀特杀。嗯，来一个跳，哦，这恶魔有一卡，哎，代表哥有一卡，他是僵尸的希望啊。哎，不要过来搞我，真是烦了你啊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，去死。那个憨憨小玄子，来的话你看这复活点贴我脸上刷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电不死你，狠心啊，咱们再等一等吧，快抓快抓快抓啊。好，貌似要抓起来兄弟们啊，我们去换个兔兔啊，把兔子换出来。赛克斯明呢 ？Now it's my personal show time。尸变了，尸变了，尸变了！咱们的经典土方点位等你们哦。来，一定要来，小马弟弟们啊！七八天线，尽快冲刺一波，然后来一波跳皮袋子，我的朋友。说老王又是英雄，太狗狗的了。说了还有个英雄，咱们掩护一下。他被抠死的英雄真是太逊了。来，金环冲刺跳皮带走。啊，咱们和老王相依为命啊，天不敌啊，两个线套英雄啊，竟然是拿什么跟我们作对啊？拿什么跟我们作对啊？哎，您配吗？金环冲刺一波，哎，起飞。啊，咱们天使话继续展开吧。这个天使啊，一秒都不能关啊，对吧？后面发附件说太恶心。来跳皮带走，七八个天线金环冲刺，我操啊，这个老王就是个打工仔呀，真的是啊，老王就是个打工仔，叫我兄弟们人全都是我啊，数值应该不够啊。来，就有天使的制裁，金环冲刺一波，没有冲刺吗？蓝狗真是够多少分啊，够多少分啊，真是咱有蓝狗真是一狗对吧，给你狗啊，你看你死不死就完事啊，我输出是拉满的啊，操，放个大片嘚他们一下，金环冲刺，老王扛开六了啊，我一个跳皮就带走，老王这波600开打工仔实锤啊，天使还被狗分了，哎呀这老王太逊。不过怎么说呢，两个英雄的话咱们这个摆动是源源不断的知道吧，他打一个我打一个啊，天使拿不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七八天蝎。来跳皮，金环再冲刺一波啊。啊，天使继续展开，那么还鬼什么东西，咱也这么一大斧子。来，七把天线，接受天使的制裁吧。杀疯了这把，这把估计啊，又是一个100K 的屠凡局。来，咱们金环冲刺一波。你们换无人机干嘛呀，老王？天使呢？人呢，老王啊，你人呢？来，跳皮带着金环冲刺一波啊。好，咱们七八天线救下老王，他踩鬼神，太逊这老王，开着 BB， 开着 BB 啊，来接受天使的制裁吧。
这把是 113K 鲨鱼 MVP as usual， 太爽了我的朋友，最后打的第一名啊，776分，谢谢收看。